1月15日，邓超在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配文“童言无忌是真的吗？”视频中，邓超提问等等小花：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是不是你们爸爸？”却惨遭无忌回答：“不是。”场面十分搞笑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？不是。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？不是。好 ，OK。邓超随后在评论区留言称：“不说 ，OK， 太无助了。”令人哭笑不得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